我们着眼将实验室建成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平台，展示台企优质品牌的平台，培育两岸电商人才的平台，沟通两岸青年情感的平台，用中华文化凝聚两岸民心，用互联网技术提升台企品牌形象，用实战经验培育两岸电商人才，用真情实感帮助台湾青年融入大陆。舞台右侧即将出现的是来自大陆的刘梦圆，左侧是来自台湾台南的刘美瑜。